很多人都说啊，我们广西没有牛大力，其实他们都是乱说乱吹乱盖的。现在我眼前就有一颗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广西的牛大力了啊，看到没有？很多人不知道牛大力它长什么样子，看一下啊，拉近镜头，它那个叶子呢有毛茸茸的啊，包括它的一个分支啊，那个藤上面啊都有那个毛茸茸的啊。所以说以后你们上山遇见牛大力不要错过啊，平常时我们可以挖一些回去包猪尾骨啦，对不对？包骨头当啦，都是顶不住的啊。特别是呢对我们的那个腰间蛮毒猪啊，或者骨质增生啦 啊都可以拿一些回去包当，而且它包出来当是比较经典的啊，看见没有，它是藤的形状的啊，牛大力。